7:34。店的早餐，全麦桂圆，全麦桂圆面包。然后这个是昨天晚上剩的水果，因为我现在早餐没有跟他们准备一起吃，可能过几天吧。然后等我的肠胃好一点，我就可以跟他们一起吃这边的早餐。先来看看今天喝什么汤。是一个蛋花汤，是一个排骨。这看起来像鸡排，然后这是猪肉吧，然后看起来像麻婆豆腐、丝瓜、高丽菜。西瓜，你看三大个，这是什么汤？这是今天的晚餐，这是卤肉饭还是肉燥饭？然后这是肉丸，应该是萝卜汤，然后还有一个西瓜。